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邀请大家从座位站立起来，我们再一起来敬拜。在敬拜前，我们要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耶稣，是的，主，我们祷告，主，你现在就设立主你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主圣灵与我们同在，主你也差派主你的天使天君四围安营保守我们。主，在今天早上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就要与你来连接。主，我们要在敬拜当中放下我们过去一个礼拜那缠累我们的那些困扰我们的那些困难，在神的当中，真的再一次在敬拜当中，主，使我们重新得力。耶稣，感谢你，祝福我们一下时间，主，帮助我们真的拍手跳舞，主，我们喜乐的来赞美你。耶稣，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求， Amen。 让我们一起来拍手。来高声唱，他陪你的在
要这在这世上成为光，成为盐，让人看见我们，主啊，就看见像主你一样。但是耶稣帮助我们更多更多的就住在主你的当中，与我们同在。
是脸上。
主啊，是的，我们的心属于你，我们的全心全人都属于你。我们也知道我们爱，因为你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敬拜，一起高举你。在今天借着这首诗歌，再一次鼓励我们贴近你的心，好像那个爱你，你所爱的那个门徒一样，在最后的晚餐贴近你的心。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盼望我们与你的心能够连结。也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不是成为孤儿，不是成为奴仆，乃是成为儿女。帮助我们用一个儿女的身份，用儿女的眼光，活出你的荣耀来，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神奇妙的工作，经历神迹奇事在我们的身上，也恩待我们，让我们遇到挑战困难的时候，凭着神你给我们的应许，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主要让这样的应许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你是得胜的君王。主啊，你的百姓没有一个是失败的，也许我们会跌倒，但是神你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把一个得胜的心智放在我们里面，因为神的儿女是荣耀是尊贵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神。当你创造我们的时候，是用你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主啊，我们是跟你一样的。主啊，我们有你的荣美，有你的形象，
主啊，让我们不再看低自己，主啊，让我们不再觉得我们不配，主啊，因为我们配得，我们是你的儿女。谢谢耶稣，主啊，也求你降下你医治的大能，在最近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疾病开始出来，主啊，求你医治你的百姓，也医治这块土地，主啊，让你的宝血来遮盖，主啊，你所受的鞭伤使我们每一个人得到健康的身心灵。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感谢主。最后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再一次把掌声归给神。要请弟兄姐妹继续跟我一同站立，我们要来攻读神的话。今天在马太福音4:17-25，请。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阿们。愿神的话祝福弟兄姐妹，请坐。在我们播消息报告之前，有一个额外的消息，就是在我们的二楼有一个很棒的画展，叫一念之间，欢迎弟兄姐妹在崇拜之后可以到我们的二楼来欣赏这些美丽的画作。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观看本周的消息报告。大家好，我是怡珍。大家好，我是永宁，欢迎收看本周教会消息。圣灵降临祷告会启动咯。5月18是耶稣升天日，5月28是圣灵降临节。教会已经发起为期10天晚上的渴慕圣灵降临祷告会，牧师将要教导如何让圣灵在家中运行，让每个家的祭坛充满力量。邀请弟兄姐妹拨空来领受哦。日期是5月21-26晚上7:30，另外5月27是晚上7:00开始，地点都在4楼的士林三教室。周六新崇拜正式启动，从5月份开始，为了服侍更多不同需求的弟兄姐妹，新增每周六晚上的华语崇拜，时间7:00，地点在403教室，欢迎弟兄姐妹邀请更多朋友一起来聚会。5月份主题恢复神儿女的身份，主讲人是林能一牧师。6月份从圣经看家庭，主讲人是洪英莲老师与吴牧恩弟兄。
你愿意用歌声来赞美神吗？所有的声音都是神所赐的礼物，不用忧虑歌唱或者是阅读乐谱时遇到的困难，只要有愿意摆上的心，欢迎一起加入侨韵诗班，发出赞美的声音。招生资讯：诗班练习时间是每周日下午12:45开始，地点在403教室，年龄16岁以上都可以报名哦。因为诗班团务需要缴纳团费，每半年是2000元。详细资讯及报名，请洽指挥李宇翔老师。2023乔里嗨青少年夏令营 Deeper in Love 来喽！今年暑假就让我们在游戏、分享和祷告之中，一起经历神满满的恩典跟爱。时间是在7月14到7月16，地点在长荣大学。报名费用及早鸟优惠，每人2000元；早鸟优惠，每人2200元；原价一人2500元。报名方式，请于主日后至文创一楼大厅夏令营摊位报名，或是填写报名网址，并至夏令营摊位缴费。详细资讯请洽杨展生弟兄哦。2023的儿童牧区夏令营《巴比伦：困境中的勇气》开始报名喽！千变万化的世界里，让我们一起学习但以理的勇气，在神的真理上勇敢站立。时间是在今年的7月1号、7月2号以及7月3号，也就是礼拜6到礼拜1的时间。欢迎升小1到小5的孩子们报名，详情请洽新老师。本周教会消息，我们下次见。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神的恩典荣耀跟我们同在。我最近听到很多朋友都在追剧，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花一些时间去追剧，然后我在用 YouTube 的时候也看到一些那种大陆或是韩国的剧，有一天我就把它进去看一看，到底他在讲什么东西，在演什么东西。那我看到那个戏剧是这样的，一个工人在很穷，就在工地里面常常被别的工人欺负，也被他的组长欺负，也被老板欺负。然后呢，欺负他受不了啊，人生都一点希望都没有。有一天就在路边哭泣，然后不知道人生的未来是什么，因为他被老板 fire， 因为他得罪了老板的女朋友。那忽然之间有一台 Benz 就停在他的面前，就有一个女生下来就跟他讲说：“你姓林吗？哎，跟我同姓啊。”然后他说是，他说你是我们的企业的未来的董事长。他吓了一跳，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从那个辫子出来这个姊妹呢，就告诉他说他是他老板的孤儿，啊，就是从小不敢带回家，老板已经死了啊，又没有所有的孩子都也没有再有孩子，只有他。所以企业就在找他，把他找回家。他忽然之间，从一个工人就变成了一个有数百亿人民币的一个工人，一个总裁这样。你会不会觉得很荒谬？那有一天有一个人如果来到你面前，年轻人你听好，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说你是姓蔡的。你是我们蔡家的继承人，在台湾我们都已经移民到美国了，所以只有剩下你是台湾的继承人，你会不会放掉？弟兄姊妹，你如果遇到这种事，不要
众视看了以后，你会笑一笑，然后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2000年的时候，我忽然之间到了新加坡去参加邝建雄牧师的一个训练，这个一个医社小组的训练。在训练的时候，有一个我的一个表哥的孩子打电话给我，啊，他大我一岁，他是个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新加坡，啊，他就告诉我说，哎，阿杰，伊叫我阿杰哦，大我一岁叫阿杰，阿杰，你敢知啊？咱阿公老足济土地，到今麦未分，那是我的幻想，从小我就幻想我的阿公一定会留很多东西给我。啊，我讲这些故事是在提醒你自己哈。神拣选了你，你是神所爱的，你在命定中被神所拣选。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拣选你不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要让你成为他的儿女。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亚当夏娃要治理全地。在新约的部分，他告诉我们说，你就是神的儿女。你要知道，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不是再从人一生的，不是从情一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你是从神生的。从这一天开始，你要相信你是神的儿女，你要承接很大的产业。你有没有觉得听到这样的话，你有在有一些幻想吗？这些幻想有没有在你里面在产生？有一些奇异的想法在你们的里面在产生，所以你要相信，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对你是一生有特别的计划，神特别有一个命定要给你。你要相信你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你要相信你是很卓越的，而且你是要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我再说一次，你不要再想说啊，我这样还蛮，这样还蛮，这里还蛮。你要相信，我是神的儿女，我是怎样？我是很卓越的，而且呢，我很不平凡。你真的要想说，你很不平凡。在澎湖做传道人的时候，遇到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弟兄，叫做常福兄，中福啊。常福兄呢，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我就问他说：“丁华啊，你几岁信耶稣？”他大概8岁信耶稣。有人介绍耶稣，有人在以前澎湖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在庙宇的前面打鼓啊、唱歌啊，开始讲福音这样。这个人就在那个时候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刚好遇到马公教会要建堂，他就开始拿了一个冰桶，小的木箱的冰桶，沿街叫卖冰棒，然后把赚的钱奉献给教会。这个孩子从小看不见，但是他知道怎么样去爱神。他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就一个愿望。他虽然没有什么读书，他在读到惠民，在台中的惠民，到惠民，到那边去接受训练，按摩的训练。但是他一个心愿，要娶一个大学毕业的女生。哇，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厉害，有一个想象，完全想象力很强的人，你知道吗？结果呢，他真的娶到一个台南神学院毕业，而且音乐系毕业的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就跟他在澎湖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教会以前的长老，有一个长老叫做朱连丁二，就在医院的当中，因着他传福音，朱连丁二他信主了，他全家信主了，他全家在服侍主。一个小小的人物，他一直希望他能够娶一个好太太。他娶到了，他希望能够把福音传开，他传开了。他这个朱连丁二在西门教会，在我们以前的教会，影响了很多的妈妈，影响很多的爸爸，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会教大家读台语，也要讲台北话，你知道吗？他就会把信仰传给很多人。你看一个小小的中风，眼睛看不见，然后他所做的事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而且他信心很大。有一次，澎湖有一个旅社在盖，好像是长春饭店，这个饭店在盖，因为它本来是比较低层的，然后就向高层发展，又盖上去了，好像盖到11楼，还是12楼，我忘记了。电梯还没做好，所以中华去的时候是用，
坐电梯到第七层，然后就用走的走到上面去进行按摩。按摩下的时候，他一忘记说没有电梯，他就靠着他的知觉，他们的知觉是风或是味道，他就靠着知觉向那个电梯走去，然后知道电梯在这里，他就走下去，得赶快走下去。结果里面是没有电梯的，他就从楼上这样跌下来。跌下来的时候，他心情很大，说：“主啊，救我！”在主啊救我那个刹那，他就抓到那个电梯的电缆线，你知道吗？全身都是伤，但是他还是抓住了，还是活着，你知道吗？还活得很好。过了几年，我在离开喷雾之后，过了几年，我回去，我就问中华说：“你生活好不好？”他说：“他生活真的很满意。他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的工作很好。有人来让他按摩的时候，他都跟他传福音。你知道，我每个人进来的人，他都会跟他传福音。有一次我到了澎湖 YMCA 办了一个活动，就是澎湖的活动，我就跟YMCA 的牧师一起去。我没有跟他讲我要来，我走进他的房间，走进他的店里面，我看蒋华坐在那里，他太太也坐在那里，我就走进去。蒋华说：“哦，人客来接。”你知道第二句是什么？他看不见，一点都看不见，百分之百是盲的。他跟我说：“我手机挡起来。”不过你也知我来，你说你的味我都会记得。人还有人味，他都永远记住。我说我到底什么味道，我自己都闻不到。他说你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一般人都闻不到的味道。我那时候心中有一点疑惑，到底是味道是不好的还是好的，所以我就问他说：“你到底品的什么味？”他说：“一种微微的香气在我身上，所以你们如果靠近我的时候都闻一下也不错。”弟兄姊妹，我想告诉你，你不要一直小看自己，你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你神拣选的你是特别爱你。你又可以看到神在拣选当时候的门徒，耶稣在拣选当时的门徒都是什么渔夫，彼得是渔夫，约翰渔夫，雅各他们都是渔夫。这些渔夫们因为跟着神，跟着耶稣基督，他们的一生所彰显的是改变这个世界。他们一生所彰显的事是什么？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再次跟各位说，神特别拣选你，你的命定，你的未来，你要相信是不一样的。你是一个很不平凡，你将这点卓越很有影响力的，有没有 Amen？ 所以你还知道神呼召你不只要祝福你，他关心你，祝福你，爱你，救赎你，让你平安喜乐，让你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恩典。但是神其实更重要的一个问题点，一个中心点，是要你把福音传遍这个世界，传遍你的周遭的朋友，要让你知道怎么样的把你所经历的爱，把神给你的爱，把神给你的喜乐，把神给你的神迹，跟弟兄姊妹不断的在分享。我期待着你常常会跟你所认识的人分享到这个礼拜或是过去的日子，神怎样祝福我，神怎样恩待我，神怎样看顾我。你常常要把神给你的恩典、荣耀、丰盛、神迹奇事要不断的分享。天堂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号你要记住这一点。天堂有一个特殊的记号，这个特殊的记号就是分享。天堂有一个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就是我的喜乐要造成更多人的喜乐，更多人的喜乐要造成什么？我的喜乐。天堂的爱是这样，我的爱要给更多人有爱，天堂更多人的爱是要给我有爱。所以我期待着你要开始想说，我是一个充满影响力的人，我怎么样的去跟别人分享。有一个弟兄差不多每个礼拜三下午都会来跟我喝茶，他来真的是蛮有趣的。他来喝茶我要预备一些小点心给他吃吃不好他还会念我，你知道假不好可以念我今天给他吃这麦吃完了以后我还要给他益生菌，你知道还要给他一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个人蛮好玩，有一天呢他就来了就跟我说：“林牧师，你有什么管子
几号吗？他说6080，那是很便宜的管子啦。我说有，你要几支？他说要10支，你知道吗？哈啊，我就带他啊去看一下，把10支捡起来给他。他选了10支给他，啊，就坐在那边喝茶，喝完了以后呢，啊，他说谢谢，他要回家了，已经4点钟了，4点半了，他回家了。啊，我就一直问他说，刚才拿着这个管子是不是要算一下钱？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忽然间懵了，你知道，我愣下来了。他说：“林牧师，我在释放你的压力。这个东西放了几十年都没有人跟你买，我现在跟你拿是让你减轻你的压力，不要再有库存。我们已经再活不久了，所以你应该给我钱，不是我给你钱。有这种朋友，然后拿着就怎样，连谢谢都没有，我还要谢谢他今天来找我。”可是他越来越喜欢的跟我讲到耶稣，每次他来的时候就跟我一直跟我分享说，林牧师，这个礼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分享的？我就分享到兄弟姊妹在一起的喜乐，我分享到很多的神迹奇事，我再分享到很多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他告诉我一件事，因爸爸叫伊在信仰说，不过伊当礼拜六拢伫因家偷看过 TV， 当礼拜六拢伫因家咧看圣经的故事。伊讲牧师，我虽然唔敢来礼拜哦，总是我的心已经归有耶稣。你有没有很喜乐？你要不要常常跟你厝边隔壁人分享？我最怕的就是很多基督徒，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只是放着。你如果只是放着恩典，没有说出来，这不算是真正的恩典。神给你很多的神迹，你不说出来，你就看不到真正的神迹。你越说恩典，恩典会越大。你越说神迹，神迹会怎样？神迹会越大。所以我期待着各位，你要开始慢慢的去思考一个问题。你活着的地方，你工作的地方，你都要让那个地方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地方，也成为一个天国的地方。我再说一次，当我活在我的工作场所，我今天到 7-Eleven 工作，我希望 7-Eleven 那个地方因着我会得到祝福，那个地方就要成为天堂。今天我去教书，我教书的地方，我就让他这个教书的地方就要成为天堂。每个地方就是因着你的分享，那个地方的人心会改变。我发现到现在人心真的让我有感觉到越来好像越凶恶。我看到昨天一间 Seven 有一个人进去就开始打人，木狼啊，然后啊很壮的一个男人开始打人，无缘无故就开始打人，啊打到最后被警察打，被警察扣住了，他才悔改。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报纸，很可怕，一个姊妹从3楼跳下来，是因为男生拿着枪对着他，要跟他要叫他拿钱出来，他没有拿，结果他从3楼跳下来，有没有恐怖？我一直感受到怎么枪这么多啊！前不久有一个孩子来找我，哦，你是牧师吗？我说是，他说我最近破产了。我说怎么破产的？我太太跑了，然后我很多的债务，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什么未来，牧师啊，你是否身上有一些钱先给我花？你知道吗？啊，你想我的工厂吗？我就说啊，牧师现在大概不会给你钱，我牧师为你祷告，有人祷告就不要了，有人祷告就不要了，你讲基督不爱，你讲爱啥？爱情啊，爱情哈。啊，我就问他说，你平常都在做什么？他说收漏了嘴，说我有时候就会啊抽烟啊，然后在永乐街那一边啊晃来晃去。你是在永乐街在做什么吗？是很多毒品交易的地方。他收漏嘴了。我就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吸毒，他有一个幻想，他希望来到这里拿到什么？拿到金钱。我看到你如果读到台湾的到底有多少人口在吸毒品，吸毒品的年纪已经到了8岁，你有什么感觉？今天枪支的泛滥让你有什么感觉？你看到今天有多少人被卖掉，有多少人被杀掉，你有什么感觉？弟兄姊妹，耶稣来，他是要叫穷人怎样？穷人得到富足，软弱的得刚强，压制的得到自由，捆绑的被释放。神要悦纳人的喜年，你就知道，其实今天我们应该尽到一个基督徒应该尽到一个社会的责任。神呼召你，不是要祝福你，
神呼召你，就是要你开始尽到社会的责任，要你知道你活着不是来敬拜神，你活着就尽到社会的责任，要让他的旨意，他的福音能够遍满全地。愿他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哪里，如同在天上，有没有？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期待着你开始去思考，你如果是一个神所呼召的，你是很不平凡的，很不卓越的，很卓越的，你就开始跟神说：神啊，我要活起来，我要活起来。当你活起来，在向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向人讲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生命开始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你想不透的神迹奇事会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你很多事情你根本就没有想象过的。所以我开始想说，你要相信神的话语了，神的话语，你要开始跟神说：神啊，我要遵守你的话语，我要活出天国的价值观，活出天国的语言，我要活出天国的态度，我要把天国的生活活在我的当中，而且把它实践出来。你看一个圣经节，好吧？你看几个圣经节，我给各位看一下。我期待你常常在读经的时候，要把这些话语读出来。马太第五章第一节，你看一下，好，来，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怎样？有福了，因为天国是怎样？是他们的。来，你看看，再来，哀痛的有福了，因为他们是怎样？必得安慰。温柔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饱足。再来啊，来，怜悯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怎样？灵敏。然后清信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是呢，和睦的有福了，因为必称为神的儿子。读到这里就好了。来，你再看看，那第一个，心里贫穷的有福了。 Poor in spirit， 我的心灵很贫穷，我有福了。 我因为贫穷，我必须要渴慕神，让神的灵就充满在我的里面。你是否能够去很渴慕神？你是否会去灵敏人？你是否去爱人？你是否能够把你的这种烦恼啊、困惑都倒空，变成一个清新的人？你是否曾经是一个温柔的人？你知道吗？教会很多姊妹都很强势，我都跟他们讲：拜托一下，温柔，你知道吗？很多姊妹来到教会，我都要温柔一点哦，你知道吗？我喜欢教会一个，我们教会一个在银行工作的一个姊妹，她的名字取叫丁丁。我估计丁啊，那叫丁了，叫我丁了，你可以把它改一下名字叫演员吗？我就带她去参加一个小组，你知道吗？那个小家一个小家，你知道吗？结果她在那个小家，她半年之后，她真的变演员了，说话温柔的不得了。所以姊妹们，你如果太强势，你知道吗？你来找我，我把你变得柔柔的。但是这个柔怎么变？就是必须参加天国文化的操练，你必须要经过操练。OK， 期待着你能够把神活出来，而且你一定要相信，你将来你把神活出来的时候，你的整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你的语言是不一样，态度、生活都不一样的。在过去有一个日子，深陷很多人，很多牧师在骂我，骂我异端，骂我靠邪灵赶鬼，我靠着邪灵在医病。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大概有五六百人，只有一个牧师非常支持我，所以我常常去看他，买他喜欢的东西去送给他，他喜欢喝茶叶，我送给茶叶，喜欢喝酒，我就送给他酒，这样，私下也感觉到不错。他有一天跟我说：很平啊，老师没车，你敢在我几台车？哦，这个老师这样很大胆的跟我要了一部车，你知道？那时候刚刚有一个朋友要卖一辆车，叫做雪铁龙的那个车。然后我就问那个弟兄说：你要卖多少？他卖16万，我就给他16万，跟他讲说：弟兄啊，这个弟兄也认识那个老师，我就跟这个弟兄说，你就把车子交给他，一定要过户给他，一定要过户，你听懂吗？一定要过户，而且一定要过户。他说好，他会过户。我说我很忙，希望你直接就带他去过户，这样。他们两个都说好。我从此又再没有问这个事情。10年后，事情发生了。这个弟兄来找我，卖车的弟兄来找我，牧师。他都没有缴税金呢。我说你不是要过户给他吗？他说他不过户，他要把车子过户给我。我说他在开的，而且我送他的，他不过户。然后
他要过户给我啊，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他说他不敢告诉我。阿公啊，税金咩啊？我讲啊，我这就十当啊，十五万啊，加上罚金啊，你要不要付？你要不要付？我真的有点生气呢，你知道吗？哦，我就把这个钱付了，付完了以后，再隔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他又来了，跟我说，牧师，我罚金跑几十几万呐？我说为什么？他的车子吼就让很多人开，然后呢，高速公路乱飙，然后总共那一台车划了二十几万。他又来讲，你若无搞搞外用来关哦，我厝会用拍袂，我要不要付？那气都气死了，你知道吼？你会发现到，其实我们常常在天国的价值观当中有一些错误的行为。我错误的行为是什么？我应该监看着有没有把那个license 过户给他，你知道吗？结果他没有把车子过户给他。这个人也为了省下他的那个，这个老师也为了省下他的那个整个牌照税，他也不缴保险费，那就可怕哦。来，你看看人心有没有很可怕？人心没可怕，但是我知道我的错误，但是我为了要让人感，我不能被这个事情捆绑，被这事捆绑之后，我就会睡不着觉，我就。免得这个弟兄来找我，那个老师又来找我，我很平静，那也不听我，这块二三十万人，你给他解决就好啊。你的工作就简单了，你知道哈？这个老师有一次跟我借了一台Benz，你知道吗？借了一台Benz，然后开车出去，回来的时候整个车头都不见了，修理了二十几万呢。啊，你为什么会跟牧师？你怎么价值观是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呢？我知道我的错误的价值观价值观错的，但是有时候我也会发现到，其实我们如果没有经历到这些经历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事情，你不知道怎么样的面对很多兄弟姊妹，你会常常跟我说，牧师你是个烂好人。弟兄姊妹，你如果在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怎么舍下。当你如果常常跟人家纷争，你常常有问题跟人家产生争吵，你怎么样的去面对神？你怎么有时间去面对神？我再一次提醒各位，你必须要建造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语言、天国生活的态度。我也期望着你，到了教会开始有个训练，到了神的面前有个训练，看到的东西从正面看，不要从负面看。我再说一次，当你要你是个被呼召的人，耶稣来就是在拯救罪人，他不是拯救那种很健康很圣洁的人，耶稣来拯救罪人，所以被拯救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一个罪人。你必须用正面的眼光来看这些罪人，我知道他有罪，但是我不能一直看他的问题，我一定要知道他的优点到底在哪里。上个礼拜六我们教会有一个幼稚园来办一个活动，哇，好多小孩来，你知道吗？中午到了我要去吃饭，礼拜六我要到后面去吃饭，我要小家在那里十二点，然后我要出去的时候，我要从五楼下来的时候要去开门，开这边的门，结果他们锁着，他说这里门不方便我们锁着，因为我们要让大家都从一个门进来，所以我不得不向后面走，走到行李室这边还有一个门可以出去。那个姊妹呢很好玩，她在看着我，一直看着我，哇，那个姊妹看着我，眼睛好像没有动那种感觉，而还好她大概六十岁了，然后她就我在看着她说，姊妹，我就问她，姊妹你好吗？等会先生你是不是参加我们的活动？我说不是，我是刚刚要去吃饭这样哈。你是这里的牧师吗？我说是。你是这里的董事长吗？我说是。哦，你看起来走路看起来很有风呢，你看起来很有钱哦，心情好啊，我想告诉各位，这个姊妹可能其实要问我的是，要问我说你不可以乱走，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住的这个场地，你不可以乱走啊，请你不要乱动，不要走到后面。他可能要讲这样，可是呢，忽然间讲了一个话语，是让你怎样很舒服的。
我就告诉他说，我是这里的牧师哈，我现在去吃饭，因为这边守着，我没有门可以出去，我说后面出去。他跟我说，那你我跟你去，我还是要把门怎样守起来。弟兄姊妹，你看一下一个负面跟正面的原因有没有很大的差距？你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常生活在一起，我们真的没有天国的想法跟价值。我们常常有很多错误的观念，看到人就觉得这个人不好，看到这个人做事跟我做事的态度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不好。我会常常去批判一个人。我告诉各位，教会是一个天堂的缩影。你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我要爱人，我爱人，众人就爱我，我要让人快乐，这个很多人就因着我快乐。你必须要发挥这种很正面的能力。我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把神活起来，而且呢，你要跟神每天都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很重要。神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意思是说，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是住在神的里面的人。在神里面的人呢，你就必须要靠着主去管理好自己，建造自己，经营自己，每天呢都要去经营自己，建造自己，管理自己，然后呢让自己呢进到神的秩序的里面。每说一句话或是要做一个工作，都必须要思考一下，这有符合神的旨意吗？所以，很多人就跟我说，牧师你最近反应越来越慢啊，你知道吗？说话越来越慢啊。其实不是我说话越来越慢，也不是我反应越来越慢，是因为我最近，在讲话的时候，在思考的时候，我都会开始想说，神啊，要我这一个事情我怎么回应，这个工作我到底怎么去回应，这个话语我到底怎么去回应，你知道吗？我常去思考思考这些问题。我遇到一件，大事的时候，我就思考说，神啊，你到底为什么把这个大事临到我？因为住在神里面的人必须要去从神的话语去思考，从神的旨意去思考，从神，对我的圣灵的带领去思考。我，最近教会的房院长黄院长他的太太，我们叫他世纪姐，就是在我们外面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艺术作品，我们称他为世纪，他叫做世纪，所以我们称他为世纪姐。那世纪姐呢，有一天跟院长来找我，跟我说，牧师，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一下。我说什么事？我在西子湾那个地方有一间房子我想让给你，这样我想租，我那个我租起来，但是我已经有一个，我想再让一个给你，这样因为我两间，想让一间给你。我听到狮子湾那些房子你知道，你去看的时候，下面就是海，你是住在海边，然后里面是一个别墅，有花有草，你会不会感觉到很快乐？哦，你听到之后心中是怎样？非常喜悦，非常快乐的，你知道吗？非常喜悦，非常快乐。OK， 我就跟他讲说，等一等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就是我祷告一下，你知道吗？而且我祷告一下就是不要了，你知道吗？因为拿下来真的要有事工，没有事工是没有办法的，没有事工对我来讲是毫无意义的，我不需要有那么多的享受。如果要看海，爬到文创上面就可以看到海了，你这里离海很近，你知道吗？结果呢？有一天呢，有刘进长牧师来找我，我就跟他讲说，我这一个看见，我们要训练牧师，台中，然后高雄、台北，我们都希望还台东，我们都希望找牧师来，这些软弱的牧师，这些，需要突破的牧师，我们来帮助他。刘进长牧师就是以前马公教会的一个年轻人，他在20年前曾经要来我们教会当牧师。他那个时候没有驾照，还特别为要来这边当牧师去考驾照，结果他考完驾照，我就忘记要请他来当牧师，你怎么样？所以他就没有来这边当。他跑到哪里？跑到那个杨锡儒教会的牧师，福气教会当牧师，整个福气教会的幸福小组都是他推动的，有没有厉害？他退休了，就跟我说，我们现在来做这个牧师的工作。我说哦，怎么做？一共要的地方，我就想到海边。你知道，所以我就在那边呢，把它租下来。然后呢，我在想说，宣告那个地方，我是神的地方，是一个训练牧师的地方。每一个建筑物，每一个金钱，每一个
工作的情况，你都要跟神说，神啊，我把我的工作，把我的拥有，把我的恩典，我都要纪念以外，我都会思考一件事，就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你必须住在道成肉身的主的里面，跟神说，神，我住在你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我要把自己管好，我要建造自己，我要经营自己，我知道只有我跟你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住在他里面的，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有祷告的神就垂听，有没有 Amen？你如果没有住在他的里面，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祷告，你也不知道祷告出来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期待着你，你是神的儿女，开始醒起来，开始醒起来，你是要做大事的。跟我说一句，我是要做大事的，我是卓越的，我是了不起的，我是神的儿女。最近我一直操练着教会两个年轻同工，一个叫做宇翔，一个叫做展生。刚才在招合唱团的指挥那个叫做宇翔，他的妈妈早期我叫他环伯，现在改成昂，现在又改成希拉雅公主。他的妈妈每次名字都在变，因为他的生命的层次越来越好，所以名字越来越变的。你知道宇翔从台艺大毕业，那个钢琴硕士，他一来教会服事，一弹琴我就跟他说，宇翔，你要超越古典乐，因为你如果走艺术的道路，这种艺术道路你走进去是没有市场的。我就告诉他，有一次我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看到一个女生，你知道吗，在加油啊，我看她气质非凡，我就问她说，哎，小姐，你大学哪一间毕业的？她说我是哪个学校音乐系毕业的。我说你音乐系毕业在加油站加油，他说根本就没有学生不加油做什么，你听我，我听着叫我们干咩啦，真的很舍不得，一个音乐系毕业的人在加油站加油，嘿，我就跟宇翔说，不是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要跟展生突破 breakthrough， 弟兄姊妹，你在主的里面，你应该相信你是很卓越，你应该相信你的现在跟未来因着主是不一样的。我就跟他讲说，赞美之前，在1994或95年，吴瑞仁牧师介绍他们到台湾，第一站就是到哪里？旧天桥教会。他们第一场就在旧天桥教会。你看哦，经过了20几年，他们已经非常的茁壮，他们真的非常的变得非常的大，而且在美国买了很多建筑物在做他们的训练，他们成为一个世界很重要的赞美的团队，有没有？有没有很重要？对不对？我当时候游志廷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意向？”他说：“他要把赞美的声音传遍到世界。”他做到了。我前几天我就跟那个展生啊，跟宇翔说，游志廷已经50几岁了，快老了。换你了我这个不能让那个姊妹听到，你知道你要我有一个看见，就是说你做的事要比他做的更大，因为耶稣曾经允许我们说，我们做的事要比耶稣更大，我们做的事一定要比耶稣怎样更大。所以在你的职场上，你不要一直小看你自己。我在讲我的故事，我小的时候要洗礼，去报名了，我也参加了课程，然后洗礼完了之后好像没有什么事，但是牧师好像不太喜欢跟我洗礼，问了很多很深的问题，我也搞不清楚那些问题是什么，但是大家都排队，我们 那时候的年轻人排队，我就洗礼了。洗礼完之后呢，当我当兵完了以后，我就跟牧师说我要去读神学院，然后那个牧师就跟我说，阿伯，要帮工作很好啦，读神学院很好的呢。读神学院吼，不是很好读的所在啦，你买啦，你去做帮工作啦。你说，我说牧师那不爱我读神学院，人家很多人读神学院牧师都，哇，你献身了，真的是一种荣耀啊，这是神的喜乐，是你家族的荣耀，你知道吗？我要献身，我的牧师叫我不要。那我就问他说，我那天有点有点悲伤了，我就问说，牧师，你真的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读神学院，叫我去做别的工作？他讲了一句话跟我说，如果你去读神学院，那个神学院的学生都会变坏了。
我听了以后，我心中实在难过，你知道吗？然后你在读书啊，教会成为你的乒乓球，乒乓球的整个教会都是你在打乒乓球，都是你的唱歌的声音。地下室成为你的赌场，教会的地下室成为我的赌场。哇，他真的很受不了，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讲说，我今晚我的播。当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报道，他就推荐我去了。我说你要让我试一下。当我到的时候，那一天我走到神学院，有一个人叫做姓高的，来走来我旁边，很平，伊讲啊，你也捌我？哎，当个麻烦你，你也未来疫情岛嘛，知影你呀、啊？伊从等等捌我，伊讲新人伊欠卡拢会探听，讲即届新人星期五打一个拍麻将啊。我有这种事发生吗？我就问他啊，什么人啊？啊，我甲问讲啊，什么牌？伊讲吼，来来，即摆你欠卡来，我带你来，你知道吼？啊，这些人都是现在的名人，有的死了，有的还活着。有一个以前当过长荣女中的院长，长荣女中的校长，有一个当过国大代表，你知道现在在高雄。这些人呢，就在神学打麻将，然后我就问他打多少的，用啊，让你七头啦，两块一块啦，我不会怕，伊讲你话真正要怕。我讲我真无得拍啦，你咪敢问啦？伊讲我已经戒掉啊。伊讲我拢大家嘛，拢伫社会拢戒掉来，再搁顶拍。这样子咩？我问你一下，有人会看好我当牧师吗？有人看好我会为神工作吗？1992年、93年，我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们所有。在斗六同时长大的孩子们看到我去，他们很高兴请我吃饭。我第一次吃到象拔蚌，你知道吗？吃到很大的龙虾，他们请我的。那请我的有一个姊妹就问我说，叫萧淑慧就问我说：“很平，你做进来做给啊？你是木多还是你木还是你木灰啊？”呢，我说我有点认真呐、啊。因为我做事情都很认真，我跟他讲说，我现在是不太一样的男人，也 不太一样的阿伯，你知道吗？他的妈妈就得肺癌嘛，得肺癌，他就开着车载我去为他妈妈祷告，然后你知道那个瞬间，他的妈妈的肺癌得到医治，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关系从世界的关系变成一个非常亲密属灵的关系。弟兄姊妹，你可以的。神在呼召你，你要成为一个天国人，你可以的，你是一个天国文化的建造者，可以把天国的精神跟文明活在世上的。你怎么不进到神的里面跟神说，神，我被你呼召，我被你命定，不是每天都坐在家里等死。我上一次有跟各位讲说，我遇到一个牧师，问他说你怎么冲啥，一切以外用单戏啊，我被冲啥，你不要在家里等着死，然后每天很多的忧愁。中共要打台湾你也怕，你知道吗？中共不打台湾你也怕，每天都充满了惧怕，每天都会看股市上涨还是下跌，你会每天都烦恼你的孩子。有的很多的孩子，你看看哦，很多的孩子你都不敢让他去敬拜神。我今天早上遇到建制。一大早就遇到，他建制才是一个很帅的男人，常常牵着一个很漂亮的女生走进教会。我要建制啊，过来一下。牧师有什么事？你今天啊，孩子呢？因为他每个礼拜孩子都会跟他来，孩子打鼓、弹琴，在教会里面生活都在教会里面。我就问建制说：“哎，孩子现在考试啊，考得怎样？”他说：“因正常的话。”会考上一中啊，除非不正常，你知道吗？老二成绩又比老大好，他们每天都在这里。弟兄姊妹，我告诉各位，把孩子也交给神，把孩子怎样交给神，让他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圣灵会带领他，圣灵会让他截然的不一样，圣灵会让你的孩子成为非常的杰出，非常的优秀。哈利路亚，愿神满满的祝福我们。有一首歌，以前苏伟唱过，本来要叫他唱，忽然昨天要通知他
觉得时间太短了，所以我就请这两个孩子未来的赞美之前的更做更大的工作，两个孩子他们叫做黑白双帅，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你可以看到那个是黑的他的妈妈黑到很美，黑又美，他是黑的，那一个是白的，他们两个最近都很进步，让他们唱一首歌。是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我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着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以内里。烧我，柴我，在这里，以内里，以内里。烧我，柴我，以内里。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的偶像。那我们一起唱来，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上一次苏伟唱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他的太太来敬拜，这是他这个弟兄第一次来敬拜，他从头哭到尾，然后就没有再来，
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他太太说，哎，怎么没有先生在里面来敬拜，他说再唱一次他就会现身当传道人，他不敢来。兄弟们，你是被拣选的，你是被爱的，你是很特殊的一个人，你是很卓越的，神呼召你就是要去建造一个天国在地上，建造一个更大的影响力，把你的爱，把你的恩典，把你的神迹奇事分享给你的朋友，让这个世界因着你，你的朋友因着你开始截然不一样。你如果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也感动，就高举你的手跟神说，神，我在这里，感谢你对我们的呼召，感谢你因着你我们截然的不一样，我的未来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不平凡的，是卓越的，我们是要得人如得鱼，要叫地上如同在天上的。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我们要更多的训练，更多的教导，好叫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天国人。主啊，祝福的弟兄姊妹有个渴慕的心，被教导，被训练，成为一个天国人，祝着我们。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起来奉献。你如果第一次到教会，不要介意这个奉献。
神啊，慢慢的祝我们，也祝福今天所有一切服侍你的人，也祝福我们的奉献，愿这个奉献是我们生命心灵的奉献，愿你悦纳，也百倍的受众在我们的家中。我们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再次向各位请安一下，我们今天有来的几个朋友，黄李薇姊妹，欢迎她来啊。OK， 请各位站起来唱这一首诗歌。齐声哈利路亚，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慢慢与我们同在，从此至此刻直到永永远远， Amen。到这个时刻。